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小师妹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七栋的501租房。然后进门左手边就是一个厨房，这个煤气灶那些，还有这些热水器啊、冰箱都有包的。然后我们进来到这里就是个客厅跟饭厅，饭厅就在这边，厨房的很近。然后这里就是个客厅，中式的椅子装饰。然后出来到这里就是一个将近8米的阳台，光线也很好，看得到海那边。然后我们下面就是那个营销中心。然后刚刚我就带大家看了那个厨房跟饭厅、客厅还有阳台的这个情况装饰。然后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卫生间先，这个是公共的卫生间，也很宽，干湿分离的，也是有窗户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房间，然后走进来左手边就是个阳光房，可以弄个小朋友的房间都可以。然后我们对面这里就是一个客房，它是直接通往阳台的，看得到海的，可以看一下这个景观。然后我们再去带大家去看一下主卧，主卧是个套间，我们进门这里就是一个卫生间，干湿分离的，也是有窗户的，淋浴设备这些都是有带的。然后门后面它还做了个柜子、衣柜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个衣柜，这个衣柜可以分开摆衣服。然后它这个主人房它就是弄了个飘窗的，然后这边一起床就能看到海，景观也很不错。然后它这里就是包那个物业费的，然后水费、电费就是自己付。各位观众，刚刚带你们看完这套房子，它的面积是101平的，然后它是3房2厅2卫的，物业费业主全包，价格是在2300的出租价格。各位观众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或者庄哥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